半齿主前凸，牙齿成启示来源。拥有一口整齐又洁白的牙齿是很多人的梦想，但你知道牙齿整齐与否除了美观还会影响求职吗？英国《泰晤士报》前天指出，随着种族性别所造成的不平等日渐减少，丑陋的牙齿正影响着社会阶层流动，一口烂牙的人甚至会被拒于门外。越来越多明星愿意花大钱去矫正美白牙齿，美国好莱坞影星汤姆·克鲁斯、英国足球金童贝克汉妻子维多利亚、艺人小 S 当初也戴了牙套，之后运势大开，工作源源不绝。加拿大市调公司去年更发现，拥有美白牙齿的人年收入被认为比本身所赚的还要多出约50万台币，看起来的年龄比实际少5岁，就业潜力还会增加10%。动新闻，牙齿很重要的报道哦。